为了这次展览，然后帮他买好材料。他说：“哎，你把那个材料省下来，很贵哈，你自己用，那我自己会带来。”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打个工啊，因为稍微没有法风力吹，因为它很薄，非常的薄，那一下子急速冷却的状况可能会爆掉。在他的工作室哈，他的灯腔是四周是围起来的，所以他中间这样子，他的灯管是两边是进来的，不是向上的。等一下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到第一策展室的电视那边，我有放他工作的笔袋。他设现在用了，他委屈一下哈。因为他自己用那一套设备哈，太贵了，我买不起嘛。所以再请他将就用这一个。好，那图案很鲜明哈，就像在玻璃上作画。所以我非常非常，我个人呢是非常非常喜欢他的作品。还有特别交代我他非常喜欢的小鸟，他刚才已经，他非常喜欢小鸟，他现在非常做那个小鸟的桨啊。
昨天晚上也是流了好多眼泪，因为这些艺术家这么可爱，这么愿意听我，这么愿意把他们最精彩的绝活呈现在国人的面前，非常的感动。而且把那张抓的鸟嘴哈。其实学这个技巧学很久，还是学不会。那比如说在时间跟他玩，每天跟他玩，不会。就是不过这个真的需要长时间的累积啊。这个吹字看起来像很简单，实际上很难难的。但是就是要不断的练习。我想知道方法，都会要不断的练习，然后发挥自己的想象力、创作力，还是真正自己的东西。他也是一直在强调，一直在教我。然后这几天他就一直跟我说他要想看台湾的鸟，那我就觉得，哎，明天我要带他到处看鸟，然后的鸟类。他下午有一场演讲完，还有更精彩的内容将与大家分享，非常精彩。
像Mr. Shapiro 的演讲时间是1点到2点啊，1点就开始了，到3点。那请大家准时。